哈利路亚是巴洛克时期英国籍德国作曲家乔治·弗里德里希·亨德尔于1741年创作的，是清唱剧《弥赛亚》第二部的终曲，也是这部作品中最著名的一段合唱。亨德尔的《弥赛亚》也是全世界被演唱最多的清唱剧。《哈利路亚》是一首对神崇敬的赞美与呼唤，承载着感激与治愈的经典颂歌，也是基督徒耳熟能详的圣乐。这是一首传唱度极高的福音，这是一首需起立聆听的合唱曲，这是一首宗教音乐中的传世佳作。下面就请聆听欣赏华裔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的《天国的国歌》，气势宏大的宗教合唱《亨德尔的哈利路亚》。钢琴伴奏林音，指挥何婉仪。